5、4、3、2，好，现在是很专心在写考卷哈，就真的好像在写考卷的样子。来，好，3、2。好，来，你现在开始写啊，这一题不会，来，摇头、晃脑、摇笔杆，快点来试看看。还没啦，那个到最后才决定要用头的头那个啊。好，来看一下，不会，对。来讲一句 OS 好了。干脆拿铜板，这题到底答案是什么？干脆拿铜板出来好了。你要自己讲一遍，好，5、4、3、2。干脆拿铜板。可以赶快把它停了嘛？好。好，3、2。老师，我好了，开始了，我们说，拜托。3、2。拜托啦。好，3、2。你知道我们是谁吗？不知道，总统的儿子。就算是，我也不会算你们考卷。你知道我们的姓名和学号吗？不知道，你想干嘛？他不知道我们姓名，他只要快走。好，来，5、4、3、2。我讲完了。就算是首相的儿子。就算是总统的儿子，我也不会算你们考卷。3、2。就算是总统儿子，我也不会上门考卷。你们到底想干嘛？哇，糟糕，重来。好，开始。就算是总统的儿子。